繁忙嘅上班一族都想拥有跑赢大市嘅超级回报？话你听一个非常方便又有效率嘅方法，就系买入行业嘅 ETF。按一个掣就可以投资呢一个行业一篮子嘅公司。举个例子，小明睇好半导体嘅行业，佢就买入咗 SOXX 呢只 ETF， 变相就一次过投资 Nvidia、Broadcom、AMD 等等嘅半导体公司，唔使逐间逐间买，又逐间逐间研究，好轻松就可以捕捉到成个半导体嘅声浪啦。未来有咩行业我系睇好，同埋有咩 ETF 系值得关注嘅呢？如果你想了解最实用的股票交易技巧同埋最新的板块知识，就即刻订阅我的频道啦。大家好，我是 Mila， 今天我整理了五只我觉得未来一季甚至是2022年都很值得投资的 ETF， 这些都是我在收市时间逐只逐只精挑细选适合散户的 ETF， 而我都会找一些质素高流动性好而你又肯定未听过的几只 Mila 精选 ETF。 事不宜迟，一开始啦，第一只我要介绍的 ETF 是 PHO，咁同呢個係冇乜關係嘅。呢度嘅 PHO 佢追蹤嘅係水資源行業入面嘅公司。點解我睇好水資源行業呢？雖然身處喺發達國家嘅人，包括我都好啦，其實都好幸福㗎，我哋有足夠嘅水去飲、去刷牙、洗面、沖涼。但係正因為咁，我哋都冇好好咁樣意識到水係有幾珍貴，甚至好多人都以為水係取之不盡㗎。原來今時今日，全世界有40億嘅人係唔夠水飲或者唔夠水用嘅。你知唔知全世界人口有幾多啊？70億，即係全世界有超過一半嘅人原來係唔夠水用嘅。事實係未來水資源只會越嚟越稀缺。雖然地球70% 都係水，但係清潔嘅可食用水資源只係佔當中嘅 2.5%， 而呢 2.5% 入邊。99% 都是封鎖在雪地和冰川，而另一方面在氣候變化、環境污染之下，乾淨的水少之又有少。至於需求方面，由於世界的人口增長迅速，城市化和工業化加快發展，各行各業之間用水的競爭加劇，威脅到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亦都影響了水質。根據聯合國今年3月的報告預測，隨著氣候變暖的加劇，這個問題將會日趨嚴重，到2050年全球可能會有 52% 的人口生活在水資源緊張的地區。其實美國總統拜登之前發布了$2兆的基建方案，大家都是重點關注芯片、電動車、新能源方面的建設，但原來水資源都是一個隱藏版的受惠行業來的。法案亦都規劃了$6,500 億投入改善家庭基礎建設，還包括了水資源建設。當中，法案計劃投入$450 億到水資源基礎建設的改善法案，更換全國含源管線，以及投入$560 億去興建現代化廢水和雨水處理系統。何錦麗在今年4月他訪問芝加哥，他又說過，過去美國是為石油而戰，未来将会为水资源而战，可见水资源行业在未来几年和新能源一样都是有发展的迫切性，我个人是非常看好的。第一只介绍给大家的 ETF 是 Invesco Water Resources ETF， 就我刚刚说代码是 PHO， 以下的资料我都是在9月15号在 ETF.com 网站那里拿到的。 PHO 的 AUM 超过$200 億，成分股包括水利設施、有關的上游材料、工業設備和公共事業營運商等等。以下呢，我就會同大家介紹下呢隻 ETF 頭五大的持倉。第一大持倉是 Danaher Corporation， 代碼 DHR， 知名的儀器和工業設備製造商，佔 ETF 的 9.28%。 第二大持倉是 Waters Corporation， 代碼是 WAT，一間專業測量公司，佔持倉的 9.27%。 第三大持倉是 American Water Works Company， 公司提供自來水到戶和污水處理等等的公用事業服務，佔 8.64%。 至於第四大持倉是 Roper Technologies ROP， 是一間多元化的科技公司，產品包括工業控制器、
流體處理和分析儀器等等，佔 7.66%。 第五大持倉是 Ecolab ECL， 是一間美國化工能源公司，為食品、醫療、工業和酒店領域的企業提供水、輕能和能源技術，佔 7.36%。 PHO 這隻 ETF 是一隻被動型基金，追蹤的指數叫 NASDAQ OMX US Water Total Return Index， 管理費在被動型基金來說都算貴，年費率去到 0.6%。 對比起追蹤道指、納指或者標普500這些有規模優勢的 ETF 的年費率是會貴很多，但是比起香港大部分的 ETF 或者是 ARK 等等這些主動型基金，0.75% 又算是便宜一點，我自己也覺得可以接受的，但是介意的朋友就可能要留意一下了。第二隻我喜歡的 ETF 就是投資美國醫療保健行業的 iShare US Medical Device ETF， 代碼是 IHI。 這隻 ETF 的 AUM 是超過86億美元，它主要是投資製造和分銷醫療設備的公司，例如是磁共振成像掃描、假肢、義肢、起搏器、 X 光機和其他類型的醫療設備公司。美國的醫療板塊就沒有太多的政策監管和打壓，所以我都覺得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公司。我喜歡這隻 ETF 的原因是我喜歡它的持股。第一大持倉是一間我們耳熟能詳、業務很國際化、收入、利潤、現金流都很穩定的老牌醫療保健公司雅培實驗室，代碼是 ABT， 佔 12.88%。 第二大持倉是 Thermo Fisher， 佔 12.58%。 這個是一間美國生物技術和醫療器械的公司，從2021年年初到現在， Thermo Fisher 一直在收購，最大的一筆收購是今年4月宣布收購的 CRO 企業 Pharmaceutical Product Development，大家都很熟悉中國的 CRO 行業龍頭藥明生物啦。我自己現在就比較少做這隻股票，但是我覺得大家也都可以發掘一下美國的 CRO 相關的企業都有好公司的。那說回正題啦，第三大持倉是 Danaher， 佔 11.19%， 是一間知名的跨國醫療和工業機械的製造商，分三個部門，包括生命科學、診斷、環境及應用解決方案。第四大持倉是美敦力 MDT， 佔 10.02%， 這個是一間很有名的醫療科技公司龍頭，研發和生產骨科器械是美敦力的強項，近期公司的新款骨科機械人殺了入中國市場。第五大持倉是醫療器械公司 Intuitive Surgical， 佔 4.78%。 這幾間公司都是在醫療保健行業裡面，它的 P&L 和 Cash Flow Statement 都比較穩定的一些公司，每一間都有一定的投資價值。有興趣你們都可以記得我剛剛說過五間公司研究研究。說開又說，如果大家 so far 都還喜歡我的節目內容，希望大家給個 like 我，和在留言區和我打聲招呼，或者是說聲 hello 啊，這樣就是對我們的最好的支持和鼓勵啦。那我們繼續啦。第三個我喜歡的 ETF 是 5G 的 ETF， 代碼是 FIVG。 大家放心啦， FIVG 裡面沒有港股那堆 5G 股的。這一隻 ETF 的 AUM 是 12.9 億美元，美國總統拜登之前就推出總額高達2萬億美金的基礎設施的計劃啦，當中有3110億美元就是用在改善寬頻和電網方面，而 FIVG 它包括了不同的數據基礎設施的概念股，它持有的股份權重分四層，第一層的權重 50% 包括蜂窩網絡和在斯波段無線頻譜裡面運行的衛星相關公司組成，第二層權重是 25%， 包括信號塔、中心數據、 BRIT、移動網絡、運營商或者是相關的公司，第三層的權重是 15%， 相關的軟件和硬件和網絡測試和帶寬優化設備，第四層權重就是 10%， 包括數據機、新無線電技術或者是光纖電纜相關的股份。這隻 ETF 第一大持倉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AMD， 佔 6.47%。 說開又說， Seeking Alpha 它有個報導， AMD 的財務長
Devinder Kumar 在2021年的德銀技術大會，他有說過 AMD 在2022至2023年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AMD 前兩個季度的收入達到 72.95 億美元，2021年有望實現按年 60% 增長的目標，而2022年至2023年 AMD 仍然可以保持這一種增長勢頭。在現在半導體的供應這麼短缺，公司設立這個目標都挺進取的，咁我都會密切留意呢只股票。咁講翻正題啦，第二大持倉就係 Analog Device ADI， 一間半導體裝置數字信號處理嘅集成電腦製造商，佔 5.61%。咁大持倉就係高通，佔 5.1%。話時話高通喺9月16日，佢同芯片代工廠革新共同宣布推出 5G 無線射頻前端的產品，為智能手機、電腦、汽車或者其他物聯網產品都提供更加快的數據速度，亦都算是雙方近期一個很重要的戰略項目。第四大持倉就是 Keysight Technology， 一間生產測試和測量儀器和軟體的美國公司。第五大持倉就是 NXP Semiconductors， 代號是 NXPI， 佔 3.42%。NXP 都是半導體大廠，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董事會在今年8月底批准擴大2021年的股票回購額度20億美元，而之前核准的股票回購計劃還剩下3.8億美元。這一隻 FIBG 雖然分了這麼多層不同的概念股，但是收費是三隻 ETF 裡面最便宜的，年費率 0.3%。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有一間公司它同時出現在兩隻 ETF PHO 和 ITI 裡面呢？如果你發現到的話，就證明兩件事，一是就你觀察力非常強，第二件事就是你可能對美股的認識範圍都挺廣下，繼續努力，我看好你。另外介紹，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恒大怎樣由最強內房王者變成資本市場的恐怖炸彈，你就可以看我右上角彈出來的這條影片。如果大家對財務自由有興趣，又可以看看現在彈出來的這條影片，怎樣由社畜靠短炒翻身成為人生勝利組。講開又講啦，這條頻道的感謝功能就開通了啦。如果你喜歡我頻道裡面的某一類型的影片，你可以透過這個感謝的功能來打賞這一條影片，就算是1元2元，都是對我們頻道營運極大的幫助來的。那麼我現在分享完我心水的 ETF 啦，那你又有沒有說這三隻裡面喜歡哪一隻呢？咁你近期有冇發掘到啲咩心水嘅 ETF 呢？希望你可以喺留言區度話俾我知，期待喺留言區度見到你，拜拜！多謝你收睇我嘅影片，如果你中意我今次嘅分享，撳翻個鐘仔訂閱我啦，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最新嘅財經資訊同埋最實用嘅股票交易技巧啦。如果你想學一些終身受用的核心知識，以及得到我進一步的協助，可以按 subscribe 隔離的 join 加入會員。下次上傳影片的時間會在星期六，我們下個星期六見，拜拜。